大专研究会正式研究小组今天开会决定了今年大专联考每一科的考试时间仍然恢复为80分钟。7月3号考国文、数学、化学、中外历史。7月4号考英文、三民主义、物理、中外地理和生物。会中并且决定，在试卷复阅方面，各科问答题、申论题等，每一题由两个人评阅。只有填充题由一人评阅，并且由相助人员复阅。复阅的工作也增加5。